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翻嚟阿 Ann 与阿 Lam 呢个频道。我哋今日继续分享唐迪生嘅作品列表。响1946年，有龙凤剧团嘅《夜流莺》，由何非凡、上海妹、半日安、余丽珍等演出。1947年4月，有龙凤剧团嘅《丽春花》，由罗品超、李海泉、白驹荣同埋余丽珍演出。1947年，朱门绮梦剧团系龙凤剧团，由李海泉、余丽珍演出。同年有《野火春风》，龙凤剧团由罗品超、李海泉、余丽珍同埋白驹荣等演出。1947年，路遥知马力剧团都是龙凤剧团，由罗品超、李海泉、余丽珍和白驹荣演出。严瑞生亦都是在1947年由龙凤剧团演出，由陈锦棠、李海泉、余丽珍、张汉星等演出。1947年嘅9月，有生死缘碰壁，由燕海棠剧团演出，有方艳芬、陈燕棠、陆云飞同埋梁瑞冰演出。1948年，由飞马剧团演出嘅《桃花依旧少将军》，系由马思珍、谭玉珍、白龙珠同埋刘克宣等演出。1948年，由非凡响剧团上演嘅《月上柳梢头》，系由楚游云、何非凡、丁公醒同埋凤凰女主演。同年有红枫剧团演出嘅《天堂地狱再相逢》，是由罗品超、上海妹、半日安和魏明心演出的。1948年，仍有江华剧团演出的《同是天涯沦落人》，是由罗品超、李海泉、余丽珍和魏明珠演出的。至于1948年和1949年期间，有《白杨红泪》。而1949年有燕新星剧团演出的《秦庭初试燕新星》，由石燕子、新周如林和陈露薇演出。同年有各仙联合剧团演出的《天道尔罗香》，是由薛觉先、余丽珍、文国飞和罗艳卿演出的。另外还有新世界剧团演出的《新小青吊影》，是由罗丽娟、罗剑郎、谭玉珍和梁醒波等演出。1949年亦都有锦天花剧团演出的《南北二霸天》，是由陈锦棠、邓碧云、卢海天和半日安演出的。另外亦都有锦上添花剧团演出的《出谷黄莺》，是由陈锦棠、半日安、上海妹和罗艳卿演出。1949年还有郭先生剧团演出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是由楚就云和薛觉先等演出。来到1950年，有国华剧团演出的《身份面十三郎》，是由薛觉先、上海妹、半日安还有余丽珍演出。同年有新世界剧团的《一结同心万古愁》，是由罗丽娟、陈燕棠、梁醒波和谭玉珍等演出。
同年亦都有锦添花剧团演出的《董小宛》，是由方艳芬、陈锦棠、上海妹、半日安和韦少芳演出。锦添花剧团在同年亦都有《荡寇三雄》，由方艳芬、陈锦棠、李海泉和邵昆仑演出。而锦添花剧团更加有《野火朱唇万骨枯》的演出，是由方艳芬、陈锦棠、任剑辉和白雪仙演出。另外，锦添花剧团亦都在同年演出《火网繁宫十四年》，是由方艳芬、陈锦棠、饮姐和仙姐演出的。1950年4月，新世界剧团演出《法网哀鸿》，是由罗丽娟、梁醒波、谭玉珍和罗剑郎演出。跟住是有锦上添花剧团演出的《萧巢孤傲》，是由陈锦棠、上海妹、半日安和韦少芳演出。添花剧团在1950年4月再有《花蕊夫人》的演出，是由陈锦棠、上海妹、半日安和韦少芳演出。同年的五月就有《蛇蝎两孤儿》，亦都是由陈锦棠、上海妹、半日安和韦少芳演出。至于碧云天剧团亦都在1950年5月演出《唐宫金粉玉》，是由罗品超、邓碧云、罗艳卿和廖合华演出。而锦上添花剧团在1950年更加有《扑火春娥》，是由陈锦棠、上海妹、半日安和韦少芳演出的。好，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，请大家点赞、留言、分享和记得订阅，拜拜。